2017年的前半年被楚乔传和我的前半生霸占了我们的所有时间，那么在8月又有哪些新电视剧要上映呢？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8月开播的电视剧。第一部是《无心法师2》，讲述了在抗战背景下拥有不老不死之身的无心带领除邪团队与恶人间邪斗智斗勇的故事。该剧于2017年8月14日上线播出。第二部是《谈判官》，该剧讲述了高级谈判官童威与美国社会隐秘而富裕的华人世家继承人谢小飞因缘相识相爱相虐的情感故事。第三部是《秦时丽人明月心》，该剧改编温世仁原著武侠小说《秦时明月前传》，讲述了美貌倾城的战国女子丽姬与秦始皇嬴政之间围绕着国仇家恨恩怨情仇而展开的一段千回百转的倾国之恋。